见到三灯区多了三位选手，即刻看看他们是怎样拿到这三盏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an 何宏軒。其实我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就是登台了，而且已经正式成为一个歌手了开始。其实已经追梦了超过三十年。刚刚中年好声音又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重新出发，继续追寻我的梦想。我一定会好好加油。如何找个荒岛，向未来避开生活中那些苦恼，如冬天欠电脑双手拥抱，可跟天对赌，无论有几高走如绝路，隔绝尘俗只想要跟你可终老，来跨出那地图不需好报，都只想你抱，能共你沿途来爬天梯，不用忌讳众伤流言全捍卫，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，问我亦无愧，有你可失去我一切，几多对始终爱到几多岁，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，千苦所子里谁理登不登对，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碎，几多对能到几多精髓，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碎，步尽一生美国旅，压着手以幸福包围长阁楼，牵着走怀着勇气，自爱得永久，几多对始终爱到几多岁，不轰烈如何做世界之最，千苦所子里谁理登不登，为什么我会揿灯呢，就因为我觉得你的 potential 和你那个 feeling 是不是免那阵的，我觉得你是有很多感情在里面，可以再淋漓尽致一点，但我今天我已经足以令我觉得是你可以 pass， 为爱尽碎，抱紧一生你